预计防灾能量做最好的准备。嘉义县消防局与慈济签订合作备忘录，并邀集更多企业共同参与。希望在救灾这一块呢，慈济能够提供更好的协助，那跟政府呢合作呢，希望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民众还有嘉义县民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防灾的保护。防灾要做得好，因为我们不知道灾害什么时候会来临，一旦防灾做得好，然后公司才可以稳定的发展跟营运。以慈悲为行动力量，蓝天白云涌现，慈济也捐助嘉义县各乡镇设立更多防灾避难看板，与政府共同民灾共善，安稳家园。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跟透过在地的师兄姐可以跟社区一起针对防灾这一块来提升防灾能量，然后针对落实在防灾教育这一块，还有一旦有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救援，那尽一份我们的力量。灾难通常无法预测，结合政府、企业、民间力量，才能让民众有更完整的防灾观念。大爱新闻邱慧玲、陈柏洲、宋秉桦嘉义报道。